中學時代見到一張 poster， 咁張 poster 又唔知咩嚟嘅，又唔係廣告，又唔係啲政府嘢，又唔係啲宗教嘅。咁然後 search 下，咁原來係一個叫 Shepherd Fairy 嘅一張 poster， 係 Obey John 嘅 poster。咁然後 search 下，原來佢係玩 stencil 嘅。咁然後 search 下，然後有個 website 叫 stencilrevolution.com。咁然後就係教你點做 stencil， 同埋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嗰度做完啲 stencil 就 po 上去俾人睇嘅，又包括世界各地嘅人咯。咁頭先我講寄啲 T 恤都係喺嗰度揾到啲朋友嚟寄俾佢哋，咁又就開始做咯。咁開始做嘅時候都係做啲可能係啲人像啊嗰啲唔一個人做個人頭，做波波而個人頭啊咁樣。後屘咪飲啲嘢出嚟。好似有意思啲咁樣做，咁又就諗咗 start from zero 咁嘅遊戲，開始咗做。咁嗰陣時係想型嘅，但係其實都唔係好型。中學嗰陣時嘛，會考。咁啊 ，Ocean。在學校門口噴了一幅東西，然後我知道他們噴，然後問他們做什麼，然後就開始玩這類東西。其實我經常都是玩一玩就斷一斷，即是玩一玩就沒有做的，但我經常都在生活中遇到這些類似做這些的人。譬如我沒有做，又認識了他們，又繼續做。然後我上班的公司，老闆之前都是做Graffiti 出身，即總之圍內的所有個圈子的人都是那些，所以很容易就繼續做或者做類似即相關的事情。還有那時中學那個交流，德國交流生呢，個書包每天都帶著一支噴漆，他都是做這些事。都是要做這類關係的，即是由中學到現在已經開始做這些東西，但不是直接由那些技術那些影響，即是我直技術那些又沒什麼影響，反而我覺得思想都沒什麼影響。即是如果影響了就反而覺得大鑊，如果我覺得我讀完 degree 的話，我覺得不是已經整個生活可能已經不同了。即是可能你叫我即是慶幸我上不到degree 咁樣，反而轉翻工影響得大啲。即係我翻嗰啲工又唔係，即係我全部都 OK 嘅。翻嗰啲工其實，即係做嘅嘢係創作，即係自由度都好大。係啊，咁反而翻工遇過嘅人可能會影響得我多啲。可能靚啲啊，冷啲啊，長，同埋傷害唔到人哋啊。雖然點都傷害到，幫人睇到嘅地方其實重點啊，知道咁話有地鐵啫嘛，其實如果唔係，有啲牆你覺得佢長期都唔會清理噶嘛，即係呢度你知佢一定會保留到耐噶嘛。如果你貼嗰啲靚嗰啲工廠門口，佢第二日已經冇咗噶嘛，會考慮佢會留幾耐咯，係啊。試過貼一度好大回應啊嘛，貼嗰個天后嗰個清風街嗰度，咁然之後貼咗之後好大回，即係。好多人知道，好多人打電話嚟喂你做咗喺嗰度，咁然之後搣咗都繼續做嗰度咯，因為知道嗰度真係好多人見到咯，係啊。做咗一批 T 恤，同一款做咗六七十件、七八十件、八九十件，唔記得幾多件，送俾人咯，係咁送俾人咯，送俾朋友啊。送俾啲外國玩都係玩依樣嘢嘅人，玩 stencil 嘅人，因為咪其中有個英國嘅鬼佬咪話想同我拎貨，拎咗二十零件左右，咁然後左樓寄啲錢俾我，寄啲錢，
咁然後就，但係之前都有咁嘅興趣做衫嘅，其實。咁然後咪開始做，然後之後咪兩三年前咪揾咗卡圖做咗批 T 恤，做咗七款 T 恤，咁啊開始做。咁當然會考慮，即係會有商業嘅考慮，但又唔係，即係個比重又唔係分，即係唔會商業擺得好重咯。我哋又係啊，咁樣盡量，因為即係又唔係話一定要靠呢樣，即係我哋都試過整啲冇人買嘅嘢，即係唔一定要，可能會做啲自己完全中意一啲就，即係如果有十件衫，會有一半係做，即係會有大部分係做啲自己用完全中意，然之後有幾件係試下會唔會係做啲比較容易啲人受落嘅嘢咁樣咯，但係。即係我哋出 T 恤多噶嘛，咁 T 恤都係好似一張畫紙咁，我哋覺得咁樣都係將我哋啲畫擺上去，咁然之後咁啱啲人又會買喎，咁樣一路繼續做都係當畫畫咁樣逐張畫，所以都唔覺得係翻緊工啊，成日即係話要咩點分開兩樣嘢，咁都係創作係咯，係咯，咁咁但係又唔係即係咁做衫，即係做唔可以話就係做衫，做呢個服裝牌子。咁又唔係淨係畫畫啊嘛，要顧慮好多嘢，又要顧慮鋪頭啊，即係工廠啊，即係嗰啲物料啊，好多 click clack 包裝啊，然之後要宣傳啊咁樣。但係我哋都樂意做嘅，但係未控制得好咯，好多都係。可能就要其實仲多嘢顧及過，要就咁畫張畫俾畫落。接啲譬如一個商場要啲 window display， 我哋都幫佢做嘅。但係。係咯，即係咁樣可能做一幫佢畫一個好大埲牆咁，就收一啲錢咁樣。係啊，咁譬如會幫人用你個名字去設計一啲嘢㗎。係啊，仲好揾過做衫添。係啊，因為個關係好直接啊。咁佢畫埲牆，咁就俾幾嚿錢嚟。咁賣衫要等啊，嗰個時期，同埋係未知之數，同埋然之後啲人又會拖你錢啊。然之後又要好多好多。人際關係上嘅嘢要涉及到咯，係啊，同埋圖像上邊嘅，因為我好多嘅作品嘅來源啊，都係一啲舊嘅 keep art 嚟嘅，其實，即係我用舊嘅 keep art 改，咁舊嘅 keep art 我多數都係用西方出嘅書咁嘅，可能就係因為咁咯，即係唔係特登話一定要用個鬼佬，係啊，唔係個鬼佬唔鬼佬冇乜問題，係，咁又冇啊。咁我生活喺香港，咁好似好明顯係一個香港藝術家啊咁樣，係咯。即係冇強烈呢個意識。唔係，咁我做嗰陣時都會想做翻啲係我生，即係代表到我嘅嘢啊嘛。咁我喺香港生活，好似自然會有都有關係嘅，好多嘢都係。但我又想不到啲咩啦，確實例子。係咯，但你又用人哋啲。唔係譬如我會用，即係有想過會用中文，即係譬如咁嗰件有件衫由零開始，咁嗰隻字體係嚟如來源係嚟自邊度咧？咁係來源係嗰啲貨車，貨車好咪好多噴咗啲咩興咩，即係嗰啲自己嘅公司名都係用 stencil 其實。咁我見到覺得係代表到我哋，同埋都係 stencil， 咁我最尾都係用類似咁嘅字體，都咁樣都有關嘅。佢見唔到你黐咧，你可以唔認。通常周到我都會將一部未乾，叫我即刻搣翻落嚟啊。係啊，即係試過嘅。我另外個位置就係呢度轉彎，所以。
佢哋上咗車先。